政府同本地电信公司银行签署协议，协助中小企业采纳数码科技，拓展市场版图。把实体业务转变为数码零售店，就需要设立电子商务平台，通过网络或手机应用程序交易。中小企业能借助数码科技开拓新市场和客源，但也面对网络安全和物流等方面的挑战。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和电信公司及金融机构携手合作，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方案，让他们也能通过融资搭上数码经济的列车。手机付款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很普遍的，在外国已经很普遍的。所以我们觉得说，这个手机付款方面呢，我们要应该介绍我是进入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啊，邻里商店。资信媒体局说，近200家公司已经加入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，采纳了30项相关方案。